防疫期间，善心企业送防疫物资，善心民众送便当，鼓励第一线防疫人员辛劳。这一次埔里镇公所改送盆花给大家。透过这回咱埔里的这个花卉业者吼，会当来提供来分送给咱所有医疗院所吼，会当讲把这个爱心送去病院吼，第一就是好。咱感受到咱的这个花的温暖吼，啊，买当和咱的压力吼，快当减轻哦，舒缓你的压力吼。虽然所送的物资不同，但是心意是一样的，而且可以帮助花农来促销。今天很谢谢廖镇长跟镇公所同仁哈，一起为我们的医疗单位来推广这个花卉，来捐给医院哈。那我想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，一方面可以促进我们产业的活络，另外一面在医院里面，因为这些来看病的心情会比较郁闷哦，看到花心情就会好一点。我想公所在发展观光之余啦齁，我们警察机关就是把这个治安跟交通来做好，那相辅相成，那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埔里镇营造成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山城了哈。埔里镇的火鹤有很多品种，而且外销日本。民众表示拿到花的感受很特别，看到花心情会很愉悦。然后对针对疫情期间，然后看到这些美丽的事物的话，会心情会比较放松。咱这个花，这个花期非常的长哈。啊，这一盆花照这个花卉叶子讲吼，会当冻两年哈。只要你放伫吼伫内底，不管是餐厅啦吼，还是讲你的这个书房、客厅吼，放一杯啊，分花碟啊吼，拢会感觉感受到这个花的这个温暖吼。同时吼，差不多一个月时间，你甲压一盖水就好吼。这次埔里镇公所送盆花，鼓励第一线防疫人员帮助花农促销，也让收到的民众拿来美化居家环境，一举数得。记者范宏坤南投县采访报道。